好，欢迎光临。先生，请问几位？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爱我了？你说啊。这种事情说出来，不是很伤感情吗？我不管，我要你告诉我，解释清楚。因为你是不是因为我腿太短了？腿短，腿短而已。我觉得我好像要生了。我要去倒垃圾。哇，快！你送我这个领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决定换搭档了。换谁啊？哎呀，你不认识了。我为了这个比赛，跟我家人都闹翻了。你现在跟我说要换搭档？听你爸妈的话，乖乖去当银行职员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啊。你看我们跳舞有什么用？没关系，我去弄点消火的给他们。红茶，你的柠檬红茶。你们只是选的口味不一样，梦想不一样。有的时候呢，停顿一下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换作是我，也可能这么做。老板，这个下次哈比来的时候你再帮我给他吧。嗯，好。那你跟哈比还好吗？没事了，只是他好不容易找到银行的工作，不想要他为了我失去其他机会。嗯，为家人好，为家人着想，也是很棒的梦想，不是吗？拜托了，谢了。谢谢你的领带。银行发生抢案不稀奇，一边跳舞。
抢案，一名银行职员英勇地跳过柜台，以舞蹈般利落的身手迅速地将歹徒压制，连警察都赞叹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逮捕方式。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有练过舞蹈，所以本能的反应就跳过去了。虽然我很久没有想起跳舞这件事情，但是我的身体一辈子都会记得跳舞的感觉吧。Thank you.